可能有时候呢，会希望这个字啊，来去做一个旋转，像现在是由左到右，由下面到上面，所以我们可能会把它改成上下的排列方式。所以滑鼠右键这边有一个坐标轴格式，然后针对它的对齐方式、文字方向，这边有很多种，比如说垂直好了。它就改成这个由上到下，好，这应该还蛮容易的。这总比你，例如说重新插入文字放在这边来的好嘛。所以滑鼠右键坐标轴标题格式，然后对齐这边来去做一个设定，这是我要先教你们的一件事。